大家好，感谢上帝，阁予咱机会来听上帝话。咱即时咱来用祈祷，直接来开始。特别感谢你，予阮今仔日阁依然有气力、有生命，通伫遮来阁来听主的话语。愿主你伫遐来带领，特别鼓舞主你家己的仆人，予我所传讲的信息。毋是我家己要爱讲，乃是你本身，才着心灵底下会感动。阮也是为着每一人听众的人，愿主你予阮每一人有谦卑受教的心伫你的面前。愿主你心灵做感动的工作。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托你，安尼求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咱已经有。底下咧讲到罗马书，个吼，咱知影讲，咱今年咱隆重是要对罗马书底下来学习啊。所以感谢上帝，罗马书是一本真正水的一本诶书信。保罗特别写罗马啊，唔是讲伊开始这个罗马的教会，乃是呢，伊是爱去探这个罗马的教会，
总是伊是爱伫遐来介绍伊家己，也是爱互罗马的教会知影伊的信仰到底是怎样。所以《罗马书》是一本真切水的一本册，甚至伫初期教会，也是伫较早的教会的时阵，《罗马书》已经写了的时阵，《罗马书》最因的研究是神学的册，神学的课本。所以咱一看去讲《罗马书》第一章91章，伫遐讲到神学。所以咱较吞论吼，有时有一寡物件欠差用较侪神学话个吼字，就是咱尽量就是用真正普遍话伫遮来解释。咱也是爱特别求主伫遐，互咱智慧聪明，互咱毋单啊伫遐伫。信主了后，就是安尼，转一直过去，那是咱也是着会晓伫遐来追求，甚至我爱鼓励大家人伫遐来先读罗马书，几本罗马书，咱才有法通讲，咱若咧讲的时阵，咱咧讨论的时阵，咱有通搁较紧会明白，搁较紧会知影，所以咱早期要讨论的题目就是因信称义 ，righteousness through faith， 因信称义，这个是为着讲相信通得到称义。咱的经文是对第三章罗马书三章21节到31节，就是甲咱普通的讲，咧做个予咱较听。每一点，咱才对遐来读咱迄个经文个，所以咱爱特别来鼓励人，讲予咱知影讲，要得到称义，毋是只着受着脱，总是呢，只有只着信主耶稣，通得到上帝的爱子，甲通得到上帝。救恩，这是咱特别的重点，所以爱怎样？保罗已经底下真侪摆底下已经，互咱怎样？互伊个跩听众，伊跩罗马的信徒，底下互伊怎样讲？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拢是伫主的眼光顶面。在上帝的面前是拢是罪人，所以咱已经几拜安尼几礼拜已经有讲到怀，所以予咱已经真正清楚知影讲，无有一个人是伫上帝面前是义人。顶礼拜特别讲到讲，真侪皆是犯罪，无有一个连一个都无，因为咱知影人生出来。就是已经是罪人，所以你也看起讲，伫人咱的本性，咱较爱较紧伫遐要做歹，赢家要做好，你也看安尼。特别咱也知影讲，咱的确袂掠着，所以机会伫遐，正常普通人特别无相信主的人，无心灵伫遐咧感动的人，伊的确掠着迄个机会来做。较无通好诶代志，所以保罗已经伫遐，互因真正看起，讲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拢犯了罪。所以咱即阵早起，咱会讲到讲保罗怎样怎样解释互因讲，到底上帝诶办法，上帝诶道路是啥物，何要何人来得到称义？所以咱早起会讲到。只有两点吼，真简单诶两点。头一点就是讲到讲，伫耶稣基督内面称义，所以伫21节到26节，咱来请咱看咱诶圣经，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6节，原谅我呐，有时读无真正准，阁吼原谅大家，阁吼，原谅我，读如今上帝诶旨伫律法。伫律法以外，已经
显明出来，有如脱甲先知做见证。第二十二节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啊，加予一切信相信的人，并无有分别。二十三节，因为大家人世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恩耀，安尼，搁蒙着上帝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别别的称义。二十五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者，挽回者是凭着耶稣的血，照着人的心，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伊用吞论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伊的，为着安尼显明伊的义，互人知影伊家己是义，也称信耶稣的人罪义。主，求你用你的话语伫遐来感动阮的心，互阮知影讲，只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办法，通互阮得到罪的赦免，得到称义。主，阮将以下时间，愿主的圣灵带领阮，基督奉耶稣的名，阿门。头先，咱若讲到称义吼 ，justification。称义是只有一摆，唔是一个过程，Justification is one act, it's not a process. 所以你若讲到得到称义，就是一摆就是安尼咯，袂过变的咯。你也是若要称义吼，无有啥物会停到 ，there is no degree。In justification, 无什么程度，意思说是咩？这个信徒，伊相信主的时阵，伊有迄个官位伫上帝面前，甲大家人相，无有一个是比别人称义较少，还是较罪，无哦。大家人伫上帝面前，既然咱大家是犯了罪，上帝接着耶稣基督。底下来为着咱来死，承担罪孽，咱大家伫上帝面前是平平，所以咱我同讲，咱大家是兄弟姊妹，无管牧师人、传道人、长老、执事，还是信徒，咱大家伫上帝面前拢是啥物啊？上帝囝弟，咱在伫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啥物啊？凡啊，上啊接待伊、相信伊名的人，伊就属因官兵，做上帝的子民。所以感谢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啊已经有接受耶稣做咱个人的救主，咱是上帝的子民，咱是兄弟姊妹。所以这个是为着安尼，咱伫教会内面，咱经常叫称呼人什么啊，兄弟还是姊妹哦，因为咱是一家的人，伫主一家的一个人，所以。要称义是只有一摆 ，OK？ 所以咱亲爱兄弟姊妹，咱要真正清楚这项。有位用真侪个方法，想说讲，只要安尼，因已经得到称义，伫上帝面前已经得到救，所以同时呢，到尾若有拄到代志个时阵，你则会知影讲，这个人敢若无看去伫教会内面咧。你来啊！啊是这个人，敢那无过来参加咱的查经班呐？啊是这个人，敢那完全无过听起啊？哦，有啥物代志？有可能是伊拄着一挂挣扎，啊是有拄着一挂特别的代志，互伊真正的灰心，互伊真正的艰苦心。伊原在是上帝囝，总是呢
需要咱去解决的，这是一项。我特别我相信要栽培人，唔单单是牧师团队、长老执事的工作，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迄、那个机会，有迄个官兵，通安尼去做，特别来鼓励因。啊，无拄拄得到真正明白圣经的代志，无拄拄得到栽真多的神学的物件，根本哦。较想人来回心的时阵，唔是为着神学噶。哦，这是我特别伫主的工作内面真侪一款拄着的代志个。人回心唔是为着信仰这方面，甚至对不住我来讲，甚至教会分离，唔是较想唔是为着神学，大部分唔是为着神学，是为着什么啊？人甲人的关系，有时代志看法无同，所以咱会看讲，连教会无有一间教会是完全的，所以我特别会强调讲，咱是要相信耶稣，毋是要信教。OK， 当然咱伫教会内面有法通鼓励人、栽培人。这是重要啊！总是呢，咱就记得，何你得着啊？何你称义？何你得着救？唔是教会，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这个真清楚。所以，要称义是只有一摆啊！这称义啊，就是什么啊？上帝将耶稣的义啊，刻在咱的心中啊。所以，咱就知影讲。上帝唔是予咱变做异人，唔是，总是上帝称咱做义。Okay, God did not made us righteous, but He has what? He called us, declared us righteous. 哦，伫英文安尼来讲，所以伊称咱做义，唔是咱一个人变做。这只完全的一个异人，因为咱知影，哦，兄弟姊妹，哦，你同做见证，咱已经信主偌久啊？你敢唔捌过犯罪？你敢唔捌过做唔对？嘛是有，所以那安尼，你要怎样叫你家己是异人啊？完全的人啊，唔是无啊。总是呢，只要着耶稣，因为你有信耶稣，上帝称你做一个异人。所以伫法庭诶内面，上帝是迄个法官，就是甲你什么啊，请你做义，意思说你无犯着罪，因为干那无，别人推你犯你诶罪证，所以这是耶稣用伊诶血底下来还咱罪诶罪，罪咱诶罪诶罪 ，OK。所以这个是头一项，称义是一摆 ，OK。第二项，称义是就是上帝将耶稣的义刻在咱罪人的叫做记录。God justification is God putting Christ's righteousness on our record。意思说，将咱迄个罪切走啊，切去。将基督的义写伫遐，所以咱下摆，咱伫主的面前，虽然上帝知影一切，上帝袂记得啦。安尼讲，总是呢，上帝怎样呢？无过替咱的罪，因为啥物啊？耶稣已经替咱，已经耶稣的血已经洗清咱一切的罪。哦，这是咱信主耶稣的这个福气。这个是咱的恩典 ，OK。所以上帝将基督的义刻写在咱的记录册的里面啊。所以，分别罪性哦，分别罪性 ，sanctification 甲称义无相 ，OK。称义咱怎样是就一摆。
总是呢，要分别罪性，是一款的过程。Sanctification is a process， 意思是，分别罪性是一日一日有时会变。OK， 所以这个分别罪性的意思就是讲上帝怎样底下来锻炼咱引出咱的生活底下有法通拿来那更加亲像基督。Sanctification is God's process of making us more and more like Christ. Okay, so that did see a pen. So it's on the two to submit it, Shong Te, in submit a pan what, the ally, behodi, na laina, coca chinchu kito. So you see, Shong Te in Tiqua a Kunan, Tang Holan, Zaya, Kong A, Gua any tree, go home, Ungio, a pine, by tree any tree. So这个是咱一直学习，咱一直学，哈啊！每一摆拄到的代志，咱学功课；每一摆拄到的困难，咱学习一挂的新的物件，啊，甚至会更加知影讲上帝是偌关联的。OK， 所以这个要分别罪性，是甲称义的无相底下。称义是一摆，上帝称义罪义，就是只有一摆，就是接受耶稣。总是呢，要分别罪性 ，sanctification 是贵世人的家庭。我捌一个明星过吼，兼在我的黑子的人，也是比我较侪黑的，捌这个Eddie Mason 伊是这个顶摆是叫做 Elvis Presley of the Philippines， 真够弹琴 guitar， 我一手伊发通弹。声真水，真正会变，各方面的水，伊个声。一摆啊，咱遮有董仲英的报道会，所以有请伊来做特别的节目。所以我有甲我一个兄弟，阮去飞机场底下来接伊。了去接伊的时阵，伊坐伫咱的车的时，阮在咧讲啊，伊在咧。我咧早咧问伊讲，无无梅沙先生，你伊即阵的生活好无？安尼，伊则讲，我即阵吼，诚实为着我过去的犯罪，吼，我过去是活着一个伫罪恶的一款的生活。今仔日吼，我就是啥物啊？咧修行我。罪的结果，这个是事实，哈，这个是本身伊讲的。伊讲一句讲，我即阵就是历经叫什么，要分别罪性的过程。I am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anctification。我即句我袂袂记，因为咱知影伫报纸内面有讲伊真侪会跩较无好的话，吼。伊甲上哪斗，因为伊这个人真烟斗啊，哦，只要在这看起，伊就是要爱滴啊。所以为着安尼，伊真侪跩有诶无诶经验。所以伊讲，我今仔日为着信主，伊讲感谢上帝，你上帝真疼我。伊讲，我虽然咧经过即块代志个吼，经过即款分别罪性诶过程个吼，艰苦是艰苦。总是呢，上帝吼是慢慢安尼一项一项咧甲伊过啦，毋是做一摆来过啦。伊讲，那上帝呢，将我一摆安尼过起来讲，伊讲伊都无法，伊都会投降啦。讲总是呢，上帝一项，佮煞一项，斗斗慢慢底下，互伊底下来适应伊个一个新个生命，就是基督来新个生命。感謝上帝，我老尾知影講，我唔知影即陣伊怎樣過吼，總是迄時已經做牧師，即款嘅人，普通來講，一個人對即款嘅背景來，要怎樣稱罪己啊？要怎樣稱義啊？當然啲人來想無可能，總是啲上帝，特肯有辦法 ，OK。上帝有法，所以这个是要分别罪性 sanctification 甲 justification， 称义甲
分别罪性的无相的所在。所以咱大家信主了后，咱会经过这个过程，就是要分别罪性，互咱一日过一日，哪来哪个亲像基督？我望这个已经清楚吼。第三项是讲保罗伫这个所在吼，伫这个圣经的部分吼，罗马书三章的部分。伫遮保罗底下真正搁再将上帝要予咱称义的办法清楚底下来讲哦，所以第二十二节伊底下有安尼讲吼，二十二节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予一切相信的人啊。无有分别，所以这个真清楚。二十二节，伊讲上帝哈，接着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何人哈，通得着称义，通得着救恩，哦啊，救恩诶叫做较啊新学讲法吼，就是称义哈。所以接着信主耶稣基督，何人？得到称义，予咱伫主的面前变做已经无罪，这是也接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真清楚。哦，我们讲咱无过底下教义这项 ，OK？ 既然大家人拢犯了罪，二十三节，人人世人拢犯了罪，亏欠了上帝荣耀，所以呢，上帝。本身就找一个出路，一个办法，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是主耶稣为着咱的罪来死，伊达到伊家己本身是公义的上帝，果是达到什么？伊是什么？无接受罪恶的上帝，果是何伊？予咱知影讲，上帝是一位疼人的上帝，是满有疼的上帝，所以这是上帝的办法。OK， 所以接着耶稣基督，予咱信主耶稣基督，予咱称罪义。搁另外一项，既然上帝是疼，所以呢，伊怎样将伊的疼显明予咱呢？所以耶稣上帝的疼是借着伊什么啊？的恩典甲怜悯，提来显明予咱。所以伊恩典什么啊？就是信主耶稣，通得着罪赦免，通得着称义。这是上帝特别特别的恩典予咱。恩典是讲上帝赐予咱，咱唔应该得的，这是恩典。那讲到怜悯，什么意思呢？人民就是讲，咱应该着刑罚，应该着得的，上帝无予咱，啊，应该着刑罚的，因为咱犯罪，应该着死，总是呢，上帝借着伊个人民，无予咱死，为着相信耶稣，这是恩典甲人民的分别 ，OK？ 恩典是啥物啊？恩典是咱不应该得。上帝赐予的，予咱怜悯是什么？咱应该得的，上帝无予咱刑罚，咱应该得，总是上帝无予咱，这是怜悯。OK， 所以咱这项哦，所以上帝为着疼咱，赐咱什么恩典甲怜悯。所以真特别是讲在两项哦。恩典，上帝恩典甲上帝里面，定定三合做一个，正加合做一个。因为，这咱是犯罪的人，咱需要做两项。OK， 所以，搁另外一项救恩吼，就是上帝白白赐予咱的。所以，咱会看见讲救恩是啥物啊？上帝白白赐予咱的。所以，咱看二十四节吼，安尼。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疼咱，白白将救恩赐予咱，
吃到什么信主耶稣。所以咱无需要底下来做什么嘅工作，哦，伫保罗写这篇批嘅时阵，伊有面对一寡嘅犹太人，所以真较早，头两章，讲到三章，第三章嘅头部分，保罗底下反应看讲，啊，恁犹太人想说讲，吃到恁嘅割礼，甲受得脱。恁通得着救，所以到今仔日吼，咱有法通讲，也阁有一款诶人，特别刚才人讲，咱对不住讲吼，是讲咱中国人，咱经常有一句讲，咱无爱欠人诶债，咁是。运用我来用阮爸爸来做譬如讲吼，来举一个例，就是讲。阮爸爸是，阮顶摆是做茶寮，那讲到茶寮，哇，一个人一想说讲，哇，茶寮是大生意，讲吼，阮的茶寮是较无同，阮的茶寮是碎碎的茶寮，阮是专是咧卖绿茶的，哦 ，OK， 哪啦 ，OK， 所以，阮爸爸哦，伊的原则是安尼，阮爸爸原本伊有信主，毋过毋是，伊毋是对即款的。背景来的，伊是住教会里边，伊在新竹，所以，阮爸爸伊有一个原则，我真佩服，我到今仔日，毋忙也是继续遐来学习，伊即款诶做法原则，伊无要欠人诶钱，除了说真正艰苦诶点钱，我会记得一摆啊，阮妈妈着去开刀，所以着需要一条。大条的钱，阮一摆啊买对的时阵，才予人骗去，所以阮就搁计对银行搁再计清出来个吼。所以为着迄时差不多咧丧事发生，阮爸爸就接到一挂朋友介绍，起来借淡薄钱，起来贴阮的行李甲皮物件。只有这一摆，不过我知影像阮爸爸，逐个日就是一直还，一直还。还啊清楚，所以阮爸爸为着安尼，伊无要欠人个钱，所以阮有时有真侪查历届也是多吼，在 logs 讲多历届，恁若全部还全部去买来，伊何里较俗？哦，较俗安尼哈，了，不过咱无迄条钱，阮爸爸无要甲人借钱，无要特别无要甲银行借钱，所以呢。我的生理常常這樣睡，無法通空斷。OK， 所以總是呢，我爸爸嫁翁了的時陣，甚至我拄到火燒的時陣，感謝上帝，我無欠人的錢，多人欠我個吼，已經走啊了咯個，是安尼。所以咱中國人較常會有一款的思想，講咱無愛欠人的債，總是呢，佇讲到属灵这方面，讲到咱的罪这方面，咱无办法通完全来什么啊？受来照律法所叫咱着做代志去做啦，无法啦。咱只有看迄个十条诫讲，刚才头几项你有法通讲安尼啊？你若看新约，耶稣怎样解释个？怎样解释这个几条诶？伫十条诫内面几条啊？伊讲啊，你若受气人，你若恨人，定义是虾米啊？杀死人啊！像啊，咱毋捌受气啊。OK， 所以咱若照耶稣诶原则啊，耶稣诶迄个程度，咱大家已经杀死人咯。所以你要怎样啊？个个安尼啦，个个稀罕人啦，咱都无袂得咯 ，OK？ 所以咱根本用咱所有诶办法，咱所有诶能力，咱无法通照律法去行。所以既然安尼，上帝在，所以上帝就啥物啊？推咱开一条路，就是信主耶稣这条路。咱无需要讲，你着
念着捌真偌侪个圣经，也是着捌偌侪个神学，也是着读啥物啥物，咱才有法通得着接受耶稣做咱个人救主。无需要念一个细汉囡仔，有法通接受耶稣，这是上帝一个奇妙个作为。这个是上帝特别最第伟大啊，伟大个救个恩典甲怜悯赐予咱，为着啥物啊？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因，叫信伊的无得到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上帝的办法。所以只有用上帝的方法，咱才有法通称罪己，咱才有法通得着救。所以这是上帝。当然救恩吼，对伫咱的方面，咱无啥物啊，对咱无啥物。大的会讲着父的责任都无啊，哦，咱都无毋免着做啥物啊。总是呢，迄个毋是意思说讲救恩啊，是轻易是完全是无迄个价值，哦，毋是讲安尼。Salvation is free on our side, but it is not a cheap thing。哦，毋是一款普遍真俗嘅物件。因为干哪无救恩，哦，上帝着付迄个代价，就是啥物啊？伊个独生子耶稣基督着死，着流出伊个血，为着要洗清咱个罪。啊，所以伫咱个方面是毋免付啥物，啊，总是伫上帝方面是付真大个代价。啊，所以这是救恩。所以咱有法通讲。咱特別咱最對這款的背景來講，咱無愛欠人的債，對人咱就按呢，咱唔通欠人的債。總是佇上帝方面根本咱無法，因為咱犯了罪，咱就需要接受白白接受上帝的恩典及上帝的憐憫，這個就是上帝的救恩，接著信主耶穌基督，做咱個人的救主。这是安尼，我们讲这个真正的清楚。第二点，啊，信，吼，因为伊为着保罗底下写一张批给罗马的教会，伊有三参国吼，有一寡是犹太人，甚至大部分是犹太人，唔过有参一寡的外邦人，唔是犹太人，所以为着跩犹太人。保罗底下，予因个来，予因搁较会清楚讲啥物啊？因为有诶犹太人是讲，若是安尼，阮受着脱根本都无需要。OK， 阮既然家底是无法通予阮得着救，无法通予阮清罪己，所以毋免搁受怀咯啊。所以保罗怎样来答应因呢？吼，所以保罗讲啥物啊？信坚固如土，哦，所以特别的罗马节个吼三十一节，安尼咱因信脱离了如土吗？伊讲当然唔是啊，哦，总是啥物啊？坚固如土，坚固如土，所以 establish the law， 哦 ，faith establish the law， 意思是咱。信心，咱信耶稣，国家和律法有迄个价值，敢若无？因为咱知影，只要律法，和咱知影，咱是罪人，咱无办法通和咱家己得着伊，所以咱就需要靠信心，靠耶上帝的方法，就是接着耶稣基督。这是路马部分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吼。总来讲过，只有一项，就是讲信心唔是脱离律法，乃是坚固律法。律法何咱知影，咱犯罪；信心何咱得着罪的赦免。哦，所以这个是安尼，所以落尾。所以我们讲，安尼真简单，底下诶，真咱诶本分底下来解释。
我们说大家听了有法通清楚，所以你不管你是已经做信徒多久，已经做教会的会友多久，不是这个，不是为着安尼，不是这个原因，讲你无需要，总是让我家己，也是着审查我家己，到底我清楚无？哦，所以特别吼，我爱特别强调讲，特别你若对一个基督教的背景来，哦，你伫家庭信主的家庭里面的，这个唔是自然的，就是信主啊。你生出来个吼，伫这个家庭里面，虽然你的环境是大家人信主，哦，大家就是着和你去付出的哦。和你就去做礼拜，和你去读基督教学堂，德康是有基督教的背环境个吼，唔是意思讲你已经是信主啊，唔是意思说你已经称罪己啊，这是个人的决定，这是个人你甲主耶稣的关系，所以主帮助咱，吼，咱唔通看轻这项物件。咱就好好伫主的面前，有时咱会奇怪，讲干那我的生活无改变啊！我顶过所一直犯的罪，到我到今啊日，我讲在一直犯啊，什么问题啊？可能伫这方面的问题。欠债你无顺服上帝，什么啊？要何你什么啊？要何你分别罪性的这方面 ？Maybe the problem is with the sanctification。Justification， 和你清义，你已经信主耶稣，清楚接受耶稣，所以你个人的救主，你也够有法通做你的见证。你伫时什么点钟、什么鬼火，你有接受耶稣，上啊带你信主，你有法通讲。你也是知影心内你有主伫内面，总是讲啊，你有一挂罪，你定条原则伫遐，你做。问题就是伫。要分别罪性。The problem is with the sanctification process. 欠债咱无完全的顺服。啊，有时头一项过吼，我爱问大家，对不住吼，无什么歹的意思讲吼，你有咧读圣经无？无管你是谁啊吼，你是教会的长老执事，我无管你。你有捌？从圣经对头到尾读起来，有无？这是我的条件，啊，这是我的条件。一摆啊，我一个朋友，伊咧唔好，要为着伊唔好，定定伫房内，所以伊问我讲到底多，伊无爱读圣经，因为英文个吼是迄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迄个是旧的英文咧讲。伊讲我未明白噶，我则甲讲安尼啦。我播你白本的圣经，互你较好读。哦，嗰是迄个 study Bible， 伊较阁有通底下解释，互你明白嘅。所以伊去买嘅时阵，迄阵真正兴趣要读，讲牧师啊，多谢你介绍这本圣经啦。即阵好，我再明白咯。你知，伊则无偌久则甲我讲。牧师，我已经读了那几本，我就刷落去要搁读什么？伊讲你搁到对头搁读去啊！我则甲伊讲，我讲你知无，兄弟啊，这是你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得胜 ，a very important victory。你有法通几本圣经读起来，甚至连怀解释哈 ，the notes 伊也是读啊。所以我才咧答一表啊，讲兄弟啊，下摆吼，你会做你锻炼咱的查经咯，安尼啊，啥说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我的鼓励，特别伫这个点钟，咱经常伫厝内有时间，唔知要创啥，所以常常咧佚佗咱的手机讲吼，也是咧看电视，也是唔知要创啥啊，去读圣经啊，啊。去读圣经，你若一日来读五章、六章的圣经，的确一年内面你会读得了，一年内面你会读得了。
甚至未到一年，你已经得病。哦，你若三章一日三章，拜六拜日则读五六章，够吼？一年内面也是会得。哦，不能甲我讲吼，你若有72小时 （72 hours） 无停 （72 hours）， 啊，当然你若要食停即个吼，则个接个吼。你有72小时读圣经，你读得了？伊讲普通咧读个吼，唔是真紧啊。普通咧读，伊讲72小时，伊会读得了，几本圣经读得了。我唔捌试安尼个吼，我是经常慢慢读，差不多我若讲至少一日一章、两三章，我伫两年内读得了。哦，搁再对头。看你要对倒落开始，你要对神约开始，对诗篇箴言开始，还是要对创世纪开始？看你无关系，重要是啥物啊？你就去读。啊，所以这是我予大家一款诶鼓励甲挑战。我万讲，咱有法通从圣经对头到尾来读。啊，所以你一看起讲上帝怎样用伊为主。底下来改变你，哦，这就是其中一部分哦，就是要爱，和你分别最先。This is one of the factors or one of the ingredients of your sanctification。哦，所以上帝会真重要。OK， 愿主底下来帮助咱，愿主祝福咱大家。咱三个祈祷，天父感谢你，我们今仔日有通真正清楚知影。救恩到底是对倒落来，阮要怎样真正会清楚得到清义？主，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大听，感谢你的大的恩典甲怜悯。阮实在主无办法通来报答你，只有伫遮将阮的性命交乎你，愿主你来使用阮，乎你，乎阮活着。无过为着家己来活，乃是为着主耶稣推阮死来活，基督奉耶稣的名。